南航 A380， 飞翔从此大不同。还得三个月，老师，小南不在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小南是不在，他不上班去了吗？所以我今天呢是特意来找你的。你找我呀？没什么好事儿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毁上门。哎呀，小鬼儿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找我？怎么了？我说错了不行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来是找你谈判的。你跟我谈判，谈判什么？